剪个头发。今天2月2日龙抬头是一个适合理头发理发的日子，所以呢就把我这个长的不能再长的头发理一理，基本上两边都剪了，然后就差后面和中间。哇，这个头发真的是好长，小心看是不是可以扎辫子。可以了可以了，这扎个辫子是什么样的？哇塞，真的够了，太长了。哦，现在开始剪整体的了，你要把前面啊、上面啊、中间其他地方也修一修啊，真的是太长了，我剪了就好了。你猜我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？我觉得快要完工了。最后打打碎就好了，是吧？说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剪完了，终于是把眼睛露出来了，对吧？不过还是西瓜头，还是这种锅盖头，但至少眼睛出来了。耶、yeah。